精彩省运魅力邯郸，这里是邯郸体育中心。此时此刻，在我身后，河北省第十六届运动会开幕式正在举行。本次省运会的开幕式可以说是亮点纷呈，表演融入了多种运动元素和多样的艺术表演形式，为现场观众奉献一场精彩的视听盛宴。本次省运会开幕式分暖场、仪式、文艺表演三部分。暖场环节，省运会吉祥物跳跳兔、奔奔马、赵娃三个鲜艳包组团登场，欢快舞蹈加上活力四射的拉拉操团队，瞬间开翻全场。文艺表演开始，从胡服骑射、磁州摇火、长城璀璨历史文化到山河壮丽、英雄辈出、英雄红色血脉，再到京津冀协同发展、加快建设经济强省以及河北，每一篇章都激情四射、震撼人心。随后，邯郸籍射击运动员张亚飞砰的一枪射出，触动特效，点亮全场，将现场气氛推到高潮。现在观众席上闪烁着一片灯光的海洋，这些灯光会根据节目的变化闪烁出不同颜色和频率的光效。那这一个个小球啊，就是本次开幕式的亮点之一——数控球。在体育中心的观众席上布满了2到3万个数控球，让现场观众身临其境，呈现出处处是舞台的效果。声光电等高科技狠活与现场视频舞蹈动作队形变化相融合，延伸出无限变换空间，给本次省运会带来一场不一样的邯郸之景。我从广州来，今天参加这个邯郸的开幕式，我觉得特别圆满精彩，节目办得特别好，还要有机会多多的来到这儿来看，看这里3000年的历史。当运动融入城市脉络，传统文化与省运竞技项目又将碰撞出怎样的火花？省运会开幕式后还有11场决赛，登录邯郸市综合体育馆的微信公众号，赶紧预约起来吧。